爱你的痛，不是言语能够形容，不是文字能够叙述，每个做父母的都一样，看到家己还袂三岁的囡仔，倒伫冰柜内底。真正不是一句疼有法度形容，一个人真正的离开，是再也没有人记得他，因此不会离开，因为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这个代价真的很大，每个做父母的都一样，看到家己还袂三岁的囡仔，倒伫冰柜内底，真正不是一句疼有法度形容，台湾是个善良的社会，从事发之后，来自各界的加油打气以及协助，真的让我们很温暖。我们会帮小没有完成的生命继续精彩的有意义的走下去，也希望台湾行人安全能够一天天进步。当我发觉跟的车祸案件有一个小小的社会案件演变成众所瞩目的全国新闻，我一直告诉我自己一定要冷静，不能让的牺牲来白白的牺牲。我想让小的牺牲有价值，我不希望让他的牺牲模糊了焦点。一个人真正的离开，是再也没有人记得他，因此不会离开，因为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